到底边个排朱古力最劲，边个出拳最狠最快？新剧兄弟应该俾到答案你啦。嗱，睇下今日一众演员嘅造型，就知道佢哋会大打出手。不过黄浩信饰演 KOL， 今日嘅穿着有晒造型，难道佢今次唔使晒机？咁因为有佢嘅加入咧，我就可以将动作同埋除衫嘅部分就顺理成章交俾佢啦。唔系佢做唔通，我做咩？唔系攞嚟做文戏嘅咩？你交俾我啦，呢啲粗重嘢打我真系唔交俾佢，我觉得对唔住香港观众啦。佢即系打嘅水平已经去到国际级啦。你能够参与我哋本土嘅制作，有咁嘅元素，即系我觉得系正。因为 Vincent 喺传媒讲咗咁多呢啲嘅说话，咁我都好有压力嘅。唔系，好开心。我都话你有廿嚿腹肌啫。廿嚿腹肌系咩咧？就除咗中間嗰八嚿之外咧，仲有側邊嗰一啲好難練，收得最乾，你身體最厚先會燒嗰啲脂肪咧，嗰啲就最難嘅。咁但係今次我遇到 Philip 就好啦，因為大家咧就一齊食霎雞柳，一齊食霎菜，咁就冇咁想死啦。刘永璇第一次拍剧之前已经同陈庭欣一齐学拳，加埋剧集本身有识打拳嘅 Amigo 陈志健坐阵，到时应该个个都打得似模似样。我听闻系啲女仔除衫，唔系我听闻系你除衫。男仔要除裤，因为你长裤应该着短裤嘅。O K， 咁就系除一条短裤啦。咩啊？你长外套已经好唔顶唔顺噶啦，已经。我有咩准备？有心理准备啦。我知道咧，我好多场合咧都系打拳嘅，打拳为主，所以都系着运动衫嘅。咁有短裤又有长裤嘅，系好合理嘅。咁你咧？我其实我再重申一次，我一个保镖嚟嘅。系啦，咁保镖咧就系着呢个好有型嘅西装嘅，除非嗰套西装系热裤咁嘅西装。